咱先来关心保护海草的公道。即摆有边边的媒体是报讲，为着要找出保护海草大，还佫有连贯转型双赢政策。行政院长苏贞昌是要求相关的部会去做评估，看第三接收站敢有法度向外去对海去。也毋过发起公道的判中正强调讲，这毋是真正的善意。海水一直拍起来，用光来照，会当看到一片粉红啊色。顶爱海草搭公道领衔人潘中正讲，今嘛拄啊好是壳状珊瑚藻的成长季节，伊伫前一暗翕到画面，经济部总算让伊再度进入海草搭的区域。伊讲感觉到政府的善意，不过片面媒体报道，行政院长苏贞昌认为应该慎重来评估部分宽团提出的三接甲工业港外沙的方案。伊认为开发案只有离开大潭海草搭，才是真正的善意。这部分我们要对70多万联署人要尊重他们的当时签署这个时候的意志。那我们也有义务要去完成这一段路程。所以我们没有别的选择。正义所指的外沙方案是由环保署前副署长、环境律师詹顺贵提出。伊根据中油钻探资料指出，内当外沙到最深25米的所在，就无需要准深。阮方案离岸742米，外沙的话会当离岸1米到1500米，相对较无连续的打体，对环境的冲击较小。既可以让沙礁受到相对比较好的保护。那而且呢，又不会明显的去影响到这个减煤、改善空污这样一个期程哈。我想这当然不会是十全十美，但至少是一个我个人认为是会比较好的一个方案。但潘中正认为，保护彩色地甲生态系大潭海草搭的应该完整的保留。伊甲决策小组认为，针对供电问题，政府有真侪其他选项会当做，像节电或者是调管电费。我觉得这个就是所谓的永续啊！如果我们这些环保团体都不敢提出这样的东西来的时候，那这个社会最后就一定是走向，我认为是沦亡了。但詹顺贵指出，公道主文顶头要求开发案要迁离海岸最低潮线，往外延伸5公里的海域，这个科学根据是啥物？公道小组应该公布资讯，来予外界检视，无希望双方变成化解方式来处理议题。记者林丹琼为台北报道。